他们一定偷玩，这绝对不是900分的操作。没错，所以这里的话可以看到，持续是由这个漂亮队的输出量，因为你必须先有办法打出任何一点破格。这个炸弹组真的是漂亮，对，这个大绝地狱辉轮，地狱辉轮滚起来，滚跟啥？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反应，直接被炸掉了。是，现在这里哇。六探这边的炸弹鼠其实也不比四零炸弹鼠还要劣势哦，非常非常凶哦，一个人就压到最前面，选择回来打这个温斯顿下去之后再马上弹回来，这个机动性的操作是整体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两个就是会战点的压制是来来回回两边都有顾到，来来回回快快慢慢快快慢，没错。那这个电是能够穿盾的，他穿过了他的盾，缓缓的电疗而亡。不过这边的话。一把马上是用自己的冲撞帮助六探争取输出空间。是的，没错。有，他最后用左键收掉之后，又一个壁垒，不是壁垒，是一个堤坝。右键刷台持续给星星搭配聚合光束，黑球也一起丢出来了。DPS 做到最高的一个莫伊拉。对。哇，这边但是哇，这里战术锁定直接瞄准，但是没有子弹。文斯顿也冲进来拍散这个阵型。不过身上还有全军集结给的护甲，哇！这温斯顿失足成千古恨了。是，这游戏时间三小时能不能找个破口？这里零距离发现了鸟屎，他们选择直接两个人护主送鸟屎进来，有机会吗？这里战术锁定直接开扫，这里有个自爆被骗到了，刚好炸掉了七六。是，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是六探的壁垒，他挑的位置是直接限制住了对方进场的路线。对，这是他的主场，他们喊他流氓。哇！最后一个莫伊拉进来，再被晕掉之后，温斯顿跳进战场，在这边玩盾，但是盾有点玩不太下去。牛仔直接冲进来，右键六连，这边秒掉。哇！点看起来要被六探漂亮队拿下来了。是，果然这边，哦，又送来了一个，是炸弹鼠四零炸弹鼠本人不放弃。四零炸弹鼠一波一波的蹭了两次点，同时还收到对方两名成员，可惜下一个跑者接力棒没有接到。没有捡到，这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恭喜六探漂亮队哦。拿下这场比赛是一个2-0的分数，并且完全不给你任何一点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 highlight 好了。是，对，这个炸弹鼠的 highlight， 漂亮炸弹鼠。对，这是漂亮队的炸弹鼠，搭配了一个龙低头，对，一个龙低头，把对方的一个窄口空间输出量做到最大化。在机甲竞技，它非常非常打出了机甲应该有的一个空间感，配合自己的正当地雷跳上跳下的。是，我们大家站个 V 好不好？还不够近。来，我们一起看前面，耶、yeah ！谢谢，我们的胸部已经贴在一起了，谢谢。我也感觉到那个很炙热的那个温度。好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